每月一幽默，人生更轻松。儿子啊，你看看，你看看你的房间跟猪窝一样乱，还不赶快去打扫？妈，你有看过猪自己打扫猪窝的吗？都嘛是养猪的人在打扫的啊！哎呦我的妈！我身为地方法官，这些年来已经在法院上看到你七次了，七次了耶！难道你都没有一些羞耻心吗？法官，你不能升官，不是我的错吧？你啊，不要以为你很聪明啊，人啊，还是要靠后天努力才行，整天这样吃喝拉撒睡是不行的。哦，靠后天努力，很有道理耶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今天和明天就可以睡大觉咯？幽默人生，我们下次见。